啊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杰尼小姐，汉学家和足球迷，中锋哈里的未婚妻。这位是武大人，这位是罗大人。我看见招牌了。回来，回来，请坐。珍妮小姐的中国话讲得漂亮。哦，太岁头上动土，懂吗？ 这只不过是一个头球啊，这是封了品位的，岂容你们西洋鬼子糟蹋？冒犯大清官员之头，就是冒犯大清神圣不可冒犯之尊严，就是冒犯大清江山。难道要打仗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他们的头比足球值钱。哦，接着，哟，早年呐，哎，嗯。 哎，提婆天，算我份什么功劳？啊，你要什么呀？哎，入伙呀！入伙啊！就凭你这个，你们啃碟的时候吧，没我赵狐狸行吗？哎，我说你有完没完呀？啊，哦，完了完了，怎么样？算我一个。啊？ 收了，哎，哎呦！各位好汉，狭路相逢，只捉周天。哥，六弟，谁敢来动？不都是男爷们吗？上去啊！周天，出来。 找死啊你！呀！六弟！呀呀呀呀！上！啊！我的男爷们们，杀出来呀、啊！